你知道，其实我是在计程车上面送餐的吗？你才刚回来，不要再乱跑了。就想怎样就怎样。你以为一个人在外面生活很容易吗？你真的不介意爸做过的事哦？这台车的时候，我才发现，原来那个混账其实也蛮有本事的。那你想干嘛？如果可以选择的话，每个人应该都可以做自己吧。